財委會究竟最後需要用多少時間去討論呢？我們真的很難去估計。我們當然希望在學校工程，尤其是學校工程越快越好，我們都不希望有些太過多就著這些工程太多爭拗，或者有些拉布情況出現，所以我很難估計大家究竟要多久。委員會很清楚一些不爭論的，譬如學校的項目，我們希望盡快通過的。但如果有關官員想這個問題政治化，想玩東西的話，我隨時奉陪的。你要玩東西嘛，你要將這些民生問題政治化嘛，是你玩東西的。你收不收回你的指責先？我是講將來，我不是講過去。過去那件事正如我剛才所說，過去那幾個月發生什麼事呢？市民看得到的，我亦都不是由我去評論。你講嘢有事實根據的嘛？所有議員在過去咁多次委員會很清楚，學校的項目我哋從冇拉過嘅。你家下胡亂主責，胡亂懷疑，你家下直情有拉布恐懼症啊！你直情家有精神病啊嘛，個程度上。本席頭先聽到教育局的副局長講咧，佢亦都唔係話針對咧呢一個。即係93EB 咧係被拉布嘅，咁就我唔知道陳議員想唔想即係。嗱，主席，如果副局長唔收翻嘅，我即刻提呢個議程終止待續。希望啲議員同事理性啲啦。這個學議程嘅，其實邊個拖都好，拖咗好耐啦。仲要因為佢講錯嘢，或者佢另講啲嘢令到你唔啱聽而終止，我覺得唔係咁樣做咯。我哋只係將我哋。在畫面上看到 ISIS 的殺頭版搬來立法會，就是一句說話不啱聽就可以是要挟，然後就有些後果。我覺得這個相信並非陳美議員的想法，但是呢客觀的後果就是個非常壞的先例。我希望只是陳美議員今天可能抱病情緒不是太舒服，我希望也能夠將這件事盡可能降溫，因為呢這樣做法會進一步令到我們整個議會在市民心目中覺得是一個恐怖分子的場合。